要出去澳門的黑沙走走。黑沙啊？唔去黑沙住啊！我哋唔去黑沙住，依家我哋依家咧就去澳門好有特色嘅茶餐廳飲下咖啡先。唔係茶餐廳，係咩嚟㗎？咖啡嚟嘅，係一間咖啡。喺龍華鋪啊！享受一下先。你有冇做功課㗎？你嗱，呢個咧就係柒頭啦。冇影你啊，膝头影咗你的手咋？你都好好地咁揸车啦，好肥啊只手。佢咧，我同你讲，今日咧佢就系除咗坐过电单车，平时我第一次坐过私家车嘅。我识咗识咗几年，识咗成年。咩识咗成年啊？识咗廿几年啊？识咗廿几年，第一次坐过私家车。我哋依家喺澳門啊！第三個出口離開迴旋處，進入 Estrada DC Pavement。但係我哋要導航啊！係同緊影片講，澳門可以用腳行嘅地方，我哋竟然要導航，揸住架車，笑死啦！因为如果不导航，我们就会当失路。我们去了兜了这么多个圈都未去到目的地。柒头八号车先，等下柒头。哇，六蚊一个钟啊，澳门泊车呢要六蚊鸡一个钟。我哋依家咧就嚟到呢度叹咖啡啦。飲咖啡，下晚下午茶。
家去攞車啊。而家咧呢个时候咧，唔好嘈佢，我条命喺佢度，佢好专心咁揸紧车。因为澳门其实就系因为依家冇乜车，佢先够胆揸。考咗几多年车啊？十几年车。第一次坐佢车，识咗佢廿几年，平时都系同佢飞电单车。你谂下，系咪要拍一拍做个记录？我哋回程嘅路上，超靓。我哋依家咧翻屋企啦，中意我嘅朋友咧可以关注我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